病之秀因出演大热剧集《雪降花》备受关注。虽然《雪降花》因为剧情争议一度引起民愤，但好在随着剧情发展解开误会，最终取得了不错的成绩。在电视剧中，智秀无论是演技还是与搭档丁海寅的特殊化学反应，都给观众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。因此不仅是 Bling， 韩剧迷们也都在期待智秀的下一部电视剧。雪降花的悲惨结局让剧迷们意难平，在接下来的电视剧企划中，粉丝们都希望智秀能与男主有一个圆满的结局，以弥补他与丁海寅未实现的悲伤爱情。近日有网友发现 Netflix 和迪士尼家这两个大牌都在 Ins 上关注了智秀，这一举动引发了很多人的疑问，难道说智秀又有了新的影视项目，要回归这两位大牌的剧集中了吗？此外，不少网友还发现宋江的经纪人也关注智秀的 Ins 账号，这让智秀和宋江的粉丝们怀疑两人可能会在之后的新剧中合作。目前智秀和宋江都凭借成功的作品都在韩剧界声名鹊起，如果这个传闻是真的，这次有趣的合作会给观众们和粉丝们带来什么新火花，让我们拭目以待吧。爱的韩社每日解说最新韩娱，欢迎点赞和订阅哦。